哦，来，哎，baby，哟，啊，牙齿上最喜欢粘口红的人，牙齿上最喜欢粘口红的，不对，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，最容易脱发，哎，真的开始脱发了，你看看，最有魅力的人，天真天真，浪漫浪漫，吴邪。红包了，哎，没有这么有这么好的词儿吗？你们到 baby 这儿就是天真无邪、可爱浪漫，到我这儿就放鸽子，就人缘啊，人缘，知道什么叫人缘吗？凯哥，再想吧。哦，最会照顾人的人。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那肯定不是好词儿啊！你想什么呢，姐？成熟成熟成熟，磨叽，唠叨。跟这个平时你这哎，看起来最爱八卦的人，哎，八卦，对了，完全对，那我是实至名归呀。磊磊有点东西，吴磊，你刚来，你对这些人都这么了解？还有鸡，还有鸡，不就八卦吗？啊，这没错啊，这 baby 有一次自己说的，他是吃瓜协会会长。我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我来啊！你别把手放下！我看看你们几个，我看起来谁八卦，我就找那八卦的。你就来吧，孙涛，来，你看你的。啊，他们都笑成这样，这么好笑？妈，这题挺狠呐！这题可挺狠呐！你是不是得罪人？哎呀，这题老狠了。老狠了，老狠了，那我就不客气。八成，八成拿我，这个吧。郭麒麟啊，人品最差的人。沾边儿了，沾边儿。哦，这还沾边儿啊？沾边儿了。看起来最不靠谱的人，最好欺负的人，沾边儿了，都沾边儿了，都沾边儿啊，沾边儿了。心眼比较小的人都沾边儿啊，沾边儿，把那不好的都说出来，有仇报仇。最小气的人，眼睛最小的人，沾边儿了，沾边儿了。不是，再见。来，胆子最小的人，体力最差的人，沾边了，沾边了。怎么那么多？看起来最柔弱的人，沾边了。你什么都沾边了，你的妈，什么都沾边。啥都沾边，骗人。这咋还打我呢？什么全沾边了？你好好说个范围。我好好说一个啊，我好好说一个，就是一种状态。最迷茫的人。迷茫已经沾边了啊！迷惑的人，迷惘的人，迷人的人，迷惘的人，迷离的人，最忧郁的，迷路的人，孤独的人，沾边了，沾边了，沾边了，什么啥啥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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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对，青蛙是这真沾边了。什么？你想起来你刚说啥没有？我想起来了，我都。最沾边发现最喜欢独处的人，沾边了啊！你看看。最孤独的人，独居的人，最寂寞的人，最寂寞的人。